홍사장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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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鸟想要参加雄鹰的聚会，老鹰们看它太瘦小了，很看不起它，就对它说：“哎，如果你可以捉到一只野猪的话，就让你参加。”于是，这只小鸟就飞到了树林里，正好遇到了一只正在午睡的野猪。它悄悄地钻到了野猪的耳朵里面，啊的一声大叫。 野猪被吓得东窜西跳的，直到摔死在了岩石上面。这样呢，小小鸟就高高兴兴地回到了雄鹰的队伍里面，参加了雄鹰的聚会。那后来呢？没有后来了。好了好了，野姑姑也讲累了，你们都回去睡觉吧。啊！不嘛不嘛，我还想听野姑姑讲故事。明天再听野姑姑讲故事啊。